我们一直在思索，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大环境里，以爱护地球的心与生态共生共存。为此，我们透过有效管理，取用固碳力已达饱和的成熟树木，让林地得以提供更多空间，让树苗与种子生长茁壮。我们是科定企业，成立于2002年，致力提供客户最优质的产品，秉持着运用科技、不断创新、深耕扎根、稳定成长的核心理念，持续精进。为了提升产量与效率，2017年，我们于嘉义设立生产总部，以优异的原木处理技术与一条龙式的整合服务，打造涂装木皮板领导品牌，耀眼国际，持续创新突破，跳脱木质产业的产品单一性，让我们深受世界指标性空间的支持与信赖。随着时间淬炼与积累，纯熟的木制品制造技术是我们强而有力的后盾。从涂装木皮板的上市与改良，到手刮木地板，科定企业提供客户多元化的产品选择。为了迎接每一天的挑战，我们坚信，唯有时刻创新，勇往向前，才能缔造下一个巅峰。一路走来，为了让客户拥有更美好的生活，我们积极取得各项国际认证与奖项。在这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中，优异的行销及业务团队能及时因应市场脉动，拟定策略，持续创新突破，稳定成长获利。自动化制程设备能依照客户不同需求做精准的雷射定位裁切与布胶，完成多种尺寸的木皮切割与粘贴。透过高效率的木皮贴合机台与冷热压合制程，生产出品质稳定的木皮板。我们以领先同业的制造能力，不断进行生产技术开发与产线优化。为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，我们引进全自动的钢刷机台，每道制程皆经过严格的品质检验，不放过任何微小的细节。追求完美是科定一直以来的执着。我们独家研发出能将漆料均匀涂布在毛细孔的涂装技术，结合全自动化涂装生产线以及自动包胶机，给产品最完整的保护，坚守最高品质的承诺。出货前，仓储人员只要透过安全库存管理，客户资料与库存资讯便能自动建档。为了提供客户及时且高效率的物流服务，我们于全球多处据点设有物流中心。我们积极拓展全球据点，以高品质与厚实产业实力，深受各国客户的信赖与支持。我们除了定期提供专业的教育训练，提升员工专业技能以外，更重视员工的身心灵健康。因为在科定，我们就像是一家人，我们共享荣耀，共同成长，成为客户最贴心的伙伴。
为此，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整合式服务，以最高效率超越客户的期待，迈向璀璨未来。科定秉持着将爱传递到世界每个角落的理念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回馈社会，善尽企业社会责任。我们从台湾出发，放眼全球，为了带给世界更美好的居家生活品质而持续前行。精湛工艺，从新演绎，科定企业。